包办你。现在跟那个某长，某长来带我看，就是昨天晚上有一只大象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出生的，就是这一只大象，看起来有点像奄奄一息的样子。其实你知道，昨天刚出生可能有点累，有点不习惯，对。然后昨天听那个某长说，哦，妈妈大便了，嗯，米奇卡，就是妈妈昨天听妈妈不。昨天听那个某长讲说生了小孩之后要赶快把他们带离开，因为大象不知道他生小孩，然后他怕就是会吓一跳，会不小心杀了这个小孩。烤好的烤鱼，然后待会还有烤肉馍饼，叮噔！啊，你改了吗？看，哦。人工啦，看。我很看。嗯，好软啊，好酷好酷，他就在那边玩耍，我在这边吃我的午餐。嗯，好酷，配着它好幸福哦。泰国人的酱料来了，等一下我要加进去一起吃啊。厉害的，好不好玩啊？开不开心啊？一直吃吃不停，硬硬。这里一早来到这里，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大概下午的时候，然后跟大象伯班就是一起相处了一整天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一定会很想他，就是会很想念他这样子。那今天让我逛完了树林这一区的那个感想，就是大象村的感想是，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再回来。我希望可以有机会再看到伯班，我一直记错他的名字，可是他真的很可爱，啾啾。
拜拜。如果要订阅亚美讲更多泰国的资讯，请记得订阅亚美讲的 YouTube 跟脸书哦。拜拜，拜拜。萨瓦迪，萨瓦迪，萨瓦迪，瓦迪卡。哎，好，好的，拜拜。